正念之道三十五，第359页第七行，问34。禅师很强调以世界分别观及安般念为入门，是不是佛陀在教导不同类型的众生时也是如此教导？答34。能依照个别禅修者的性格指导最恰当的禅修业处，是属于佛陀的范围，因为只有佛陀才拥有了知众生潜在倾向的智慧。由于我没有那种智慧，因此一般上我都教禅修者从最普遍的禅修业处入门。如果你认为有佛陀所教的其他业处最适合你，你可以选修该业处，这不成问题。问35。如果静坐3-5年或更长的时间，什么禅相都没有，要如何是好？答35。在这种情况下，禅修者应当先检查自己是否在贤能的老师指导下，依照正确的方法有系统地修行，以及是否很有兴趣地每天精进修行。如果他已经那么做了，却仍然没有进步，那么他可以改修其他业处，也就是从清净道论的40种业处中选出一种，然后精进地修行1个月以上，试看结果如何。如果还是毫无进步，那么就再选另一种业处精进地修行至少1个月看看，如果还是没有进步，就再换另一种业处，如此尝试直到发现适当的业处，然后他应当持续地修行那业处直到成功。问36。静坐是否会变笨吗？答36。静坐不会使人变笨，可以从乔达摩佛陀本身的典范上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在即将证悟成道的那一天晚上，他在菩提树下精进地静坐修行，然后证悟圣果。如果静坐会使人变笨的话，他就不可能证悟。问37。请问我如何能够知道所修习的安般念是在进步中？我又如何才能知道我正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呢？答37。当你能够一心专注于气息时，你所修习的安般念就是在进步中。当片坐相、取相及四相次第地升起，而你又能够一心专注于它们时，你所修习的安般念就是在进步中。当你能够次第地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及第四禅时，你所修习的安般念就是在进步中。当你能够辨识气息中的四大，直到看见色聚且能分析其中的究竟色法时，你所修习的安般念就是在进步中。当你能够辨识产生气息的明法时，你所修习的安般念就是在进步中。当你如此进步时，你就是正在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问38。我修安般念时，虽然不曾见过好像白云的禅相，但脸时常被像是不透明的阳光照着，能持续1到2小时，至今已经1个月了，但还见不到四相，为何不能进步？请问是否用错方法？答38。因为你的5根很弱。问39。要如何才能持久地专注于鼻孔周围的气息呢？答39。你应该在行、住、坐、卧4种姿势里都持续不断地修禅，以便培育持续不断的正念与正定。问40。对一个初学者而言，当光出现在禅修中时，是否不要理会？
如果完全不理会，光会不会失去而不再出现呢？依照老师的指示，不理会这些光之后，心境开始不定，而无法再安定下心来学习，耳朵反而去注意一些无谓的声音，信心也开始动摇，而想放弃学习下去。请问这些是否就是业障或魔障？答：四十，那不是业障或魔障。当光开始出现时，一般上它是不稳定的，因为你的定力还不稳定。当你的定力强时，它就出现；当你的定力弱时，它就消失。你失去它是因为你的定力弱。现在你不能再次见到光，是因为你感到失望。在修行安般念时，你不应该期望任何东西，而应只是一心专注于气息。当你的定力坚强与稳定时，光就会一直存在。问四十一：修行安般念，见到禅相之后入禅，请问入禅之后是否就能知道过去世的一些事情，例如生在何国、是何许人等？答：四十一，不能，因为那是属于宿命通的范围。通过安般禅那之助，你能够轻易地成就四界分别观，然后更进一步地修行色业处及名业处，然后你可以观你在过去世的名色法，以寻找无名、爱、取、行、业这五个产生你这一世的过去因。所以在安般禅那的帮助下，你可以培育观智，照见过去世的名色法，但是不能观到名称概念，例如你的名字、你出生地的名字等等。问四十二：是否可以用安般四相作为光明片或白片的目标来修行？答：四十二，不可以，因为在巴利圣典及著书里并没有这么教。问四十三：在修行安般念时，我们是否可以在行禅时观脚步的提起、推前及放下？答：四十三，最好是只专注于你的气息。然而如果你想要在行禅时有系统地观全身的四大，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以非正统的方法来修行，就不太好。问四十四：大念处经中的安般念修法有四个阶段，但在其他经论中甚至有十六个阶段的修行，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异？答：四十四，这两种方法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在大念处经中，佛陀教导修行安般念的四个阶段，那只是修行止禅达到禅那的阶段。接着的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等经文才是观禅的阶段。在其他经如中部的安般念经中，佛陀教导十六个阶段，包括了止禅与观禅。这十六个阶段分成四组，每组有四个阶段。第一组是身念处，第二组是受念处，第三组是心念处，第四组是法念处。第一组只涉及止禅，第二三组皆可用止禅与观禅来解释，第四组则只涉及观禅。分别解释如下：第一组的四个阶段，一长习，二短习，三全习，四微习。若能有系统地如此修行，定力提升时，你就会见到呼吸变成禅相，乃至变成四相。当你一心融入四相时，就是入了安止定，于是你能够有系统地证得初禅乃至第四禅。这与大念处经中安般念的四个阶段相同。达到第四禅之后，进一步应当如何修行呢？
若是根据安般念经，你应当修行下一组的四个阶段，从受念处开始修行观禅。若是根据大念处经，我们已经解释过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这段经文，你应当观照三种身：一、呼吸身，呼吸底的究竟色法；二、所生身，业生色、心生色、时节生色与时生色这四类色法，换句话说就是所有28种色法，它们也称为色身；三、明身，究竟明法，包括受、想、行、识这四种明运，禅那明法也包括在其中。能够照见内外的这三种身之后，你应当观照他们的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进一步应当提升你的观智，达到行舍智，更进一步圣道智与圣果智就会以涅槃为目标而升起。大家应当记住这些修行步骤。第二组的四个阶段：一，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喜而吸气，我应当觉知喜而呼气。如何能觉知喜而呼吸呢？你应当进入安般初禅，初禅中的五个禅支包括喜在内，因此安住在初禅时就是觉知喜而呼吸。从初禅初定并且检查五禅支之后，你应当进入第二禅，第二禅有三个禅支包括喜在内，那时你也是觉知喜而呼吸，这是止禅的情况。在转修观禅时，你应当先入安般初禅，初定之后就观照初禅里包括喜在内的34个明法为无常、苦、无我。如此观照之时，你的观智里也有喜这项明法。举个譬喻而言，当你见到一位好朋友对你微笑时，你也会对他微笑。同样的道理，由于观智的目标里有喜，所以观智里也会有喜。如此观照之时，你就是觉知喜而呼吸，然后应当进入第二禅，初定后观照第二禅里包括喜在内的32个明法为无常、苦、无我，那时你的观智里也有喜，你也是觉知喜而呼吸。二，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乐而吸气，我应当觉知乐而呼气。就止禅的情况而言，由于乐存在于初禅、第二禅与第三禅，所以当你安住于这三种禅那当中的任何一种时，你就是觉知乐而呼吸。转修观禅时，从这三种禅那的任何一种初定之后，你应当观照禅那明法为无常、苦、无我。那时由于禅那明法里包含乐，所以你的观智里也有乐，因此可以说你是觉知乐而呼吸。三，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心行而吸气，我应当觉知心行而呼气。当你安住于任何一种安般禅那时，你都可以体验到心行，特别是个别禅那的禅支。初禅有五个禅支，第二禅有三个禅支，第三禅有二个禅支，第四禅有二个禅支。那时你就是觉知心行而呼吸。转修观禅时，你可以逐一地进入各个安般禅那，初定后观照各个禅那的明法为无常、苦、无我。如此观照时，你能够体验到心行，初禅的34个明法，第二禅的32个明法，第三禅的31个明法，第四禅的31个明法。这时可以说你是觉知心行而呼吸。为什么佛陀在这个阶段教导心行呢？
什么是心行？在某部经中提到，想与受是心行，因此在观照那些禅那明法时，你必须特别注重在观照想与受，尤其是受。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此阶段称为受念处。四，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心行而吸气，我应当平静心行而呼气。当你以安般四相为目标而进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那时就可以说你是平静心行而呼吸。为什么呢？因为在初禅里的心行比在进行定里的更平静，在第二禅里的心行比在初禅里的更平静，在第三禅里的心行比在第二禅里的更平静，在第四禅里的心情又比在第三禅里的更平静。所入的禅那越高时，心情就越平静。因此当你有系统地如此修行时，就是平静心情而呼吸。转修观禅时，你必须有系统地观照初禅明法、第二禅明法、第三禅明法与第四禅明法为无常、苦、无我。当你观照初禅明法为无常、苦、无我时，你的观智是很平静的。当你以同样的方式观照第二禅的明法时，你的观智会更平静。同理，以同样的方式观照第三禅与第四禅的明法时，你的观智会越来越平静。如此修行时，你就是平静心行而呼吸。在此阶段，你同样应当特别注重在观照受，所以此阶段也是受念处的阶段。安般念经中第二组的这四个阶段谈到必须观照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的明法，这些明法即包含在大念处经中，它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所讲到必须观照三种身当中的名身这一组里。因此这两部经所讲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第三组的四个阶段：一，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心而吸气，我应当觉知心而呼气。就止禅的方式而言，你必须先进入安般念的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从个别的禅那初定后，应当着重在观照心，如此即是觉知心而呼吸。转修观禅时，你还是必须专注安般四相而进入初禅，初定后就观照初禅的三十四个明法为无常、苦、无我，而特别着重在观照心。对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也以同样的方法修行，如此观照时，你就是觉知心而呼吸。二，他如此训练，我应当令心喜悦而吸气，我应当令心喜悦而呼气。你应当专注安般四相而进入初禅，初定之后检查初禅的五禅支，其中包括喜禅支。你会发现由于喜禅知的缘故，所以你的心变得喜悦。如此当你入在初禅中时，就是令心喜悦而呼吸。在第二禅里的情况也是一样，这是就止禅的情况而言。转修观禅时，你必须在从安般初禅初定后，观照包括喜心所在内的初禅明法为无常、苦、无我，从第二禅初定后也应如此观照。那时你的观智里也有喜心所，它能使你的心喜悦，如此观照时就是令心喜悦而呼吸。三，他如此训练，我应当令心专注而吸气，我应当令心专注而呼气。你应当以安般四相为目标而进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这
这些禅那中都有一境性，这个禅知，一境性就是定。安住在这些禅那中时，你的心只专注于安般四相，那时就是令心专注而呼吸，这是止禅的情况。转修观禅时，从这些禅那出定后，你应当关照各个禅那的名法为无常、苦、无我。那样关照时，你的心会专注于禅那名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那就是令心专注而呼吸。四，他如此训练，我应当令心解脱而吸气，我应当令心解脱而呼气。你应当专注于安般四相而入出禅，在出禅里，你的心从五盖解脱出来，那时就是令心解脱五盖而呼吸。接着应当专注安般四相而进入第二禅，那时你的心从寻与四解脱出来，因此你就是令心解脱寻与四而呼吸。接着应当专注安般四相而进入第三禅，那时你的心从喜解脱出来，所以是令心解脱喜而呼吸。然后应当专注安般四相而进入第四禅，那时你的心从乐解脱出来，这就是令心解脱乐而呼吸，这是止禅的情况。转修观禅时，你应当专注于安般四相而进入初禅，初定之后观照初禅明法为无常、苦、无我。当你能以观智清楚地照见这三相本质时，你的心就从常想、乐想、我想中解脱出来。同样地，也应当观照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的明法为无常、苦、无我，以便令心解脱常想、乐想、我想而呼吸。这一组的四个阶段都注重在观照心，所以称这一组为心念处。然而不能只观照心而已，注重在观照心的同时，也必须观照与心同时升起的其他心所。在大念处经的安般念一节里，当你观照三种身时，即是在观照究竟名色法。安般念经在这里讲到的禅那名法都包括在究竟名色法之内，因此这两部经所教导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第四组的四个阶段：一，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观无常而吸气，我应当观无常而呼气。在这一组当中，佛陀只谈论观禅而已。在这里我们必须分辨四种情况：一，无常，五蕴就是无常。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坏灭。二，无常性，五蕴的无常本质。三，无常随观，照见五蕴无常本质的观智。四，观无常者，照见五蕴无常本质的禅修者。若要见到这四种情况，首先你必须照见五蕴，然后必须观照五蕴无常的本质。在大念处经中，当禅修者证到第四禅之后，佛陀教导说，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那就是要观内在与外在的五蕴。这和安般念经在这里谈到的要观照五蕴是同样的道理。二，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观离贪而吸气，我应当观离贪而呼气。在这里有两种离，即灭离与究竟离。灭离就是借着观照坏灭而暂时舍离五蕴，究竟离就是永远地舍离五蕴，以及涅槃。首先你必须有系统地观照五蕴的生灭为无常、苦、无我，观智强时，
就只注重在观照五蕴的坏灭为无常、苦、无我，那时你就是在观照灭离五蕴而呼吸。观至成熟时，你会证悟涅槃，那时你就能体会到涅槃是究竟离，因为涅槃中完全没有五蕴。所以当你安住于取涅槃为目标的果定中时，就是在观照究竟离五蕴而呼吸。三，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观灭而吸气，我应当观灭而呼气。在这里有两种灭，刹那灭与究竟灭。刹那灭是指五蕴的刹那坏灭，究竟灭是指五蕴的完全灭尽，以及涅槃。如果能有系统地观照五蕴的生灭为无常、苦、无我，观至强时，你会只见到五蕴的刹那坏灭，此观至能暂时去除烦恼，那时你就是观五蕴刹那灭而呼吸。证悟涅槃之后，当你安住于果定时，由于在涅槃中五蕴完全灭尽，因此你就是在观五蕴究竟灭而呼吸。四，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观舍而吸气，我应当观舍而呼气。在这里有两种舍，气舍与入舍。什么是气舍呢？你必须有系统地观照五蕴为无常、苦、无我，以达到坏灭随观至。观至成熟时，你的无常随观就能弃舍骄慢，苦随观就能弃舍贪爱，无我随观就能弃舍邪见。那时你就是在观弃舍烦恼而呼吸。此观至不只能弃舍依五蕴而升起的烦恼，而且能令你的心趋向涅槃，因此你的观至既是一种弃舍，也是一种入舍。终有一天你会证悟涅槃，那时你的道智会灭除烦恼，烦恼被彻底灭除时，你就是在观弃舍烦恼而呼吸，同时你的道智能够直接地体验涅槃，所以也可以说你是在观趋入涅槃而呼吸。上述总共有16个阶段，每一阶段里都有吸气与呼气，因此就有16种吸气与16种呼气，合起来是32种。这就是佛陀教导我们为了证悟涅槃而呼吸的方法。现在我们每天里的每一刻都在呼吸，我们应当问自己，是否依照佛陀教导的方法在呼吸。如果能依照佛陀的教导而呼吸，终有一天你会证悟阿罗汉果，那时你的一切烦恼都被灭尽，般涅槃之后，一切五蕴与一切苦都被灭尽。因此请大家依照佛陀的教导来呼吸。结论是，大念处经的安般念一节所教导的方法与安般念经所教导16阶段的方法是相同的，只是佛陀根据闻法者根性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而已。